端午节马上到了，赛龙舟是少不了的。广东揭阳一场龙舟赛上，两艘龙舟正你追我赶，奋力向前冲刺。尴尬的是，在穿过一片生长茂盛的水草区时，却被水浮帘卡住。龙舟队员们用尽各种办法试图摆脱浮帘的纠缠，但龙舟仍然是纹丝不动。看着视频中队员费力的样子，观众真是替他们感到心疼。